娱乐新闻。有着空气补给之称的慢摇滚乐团 A$AP.LIE 时隔一年再度来到我国云顶舞台，并以抒情优美的浪漫名曲为歌迷带来难忘的经典摇滚演唱会。两名乐手一出场便引起歌迷尖叫高喊，仿佛唤醒内心沉寂已久的摇滚精神。乐团鼓手帕维尔的鼓声节奏性响起后，乐团吉他手及主唱格拉汉及罗素也随之出场，即刻引起歌迷放声尖叫，仿佛内心沉寂已久的摇滚精神已经被唤醒。期间 A$AP.LIE 乐团带来的经典歌曲 Even the Night， 浪漫以及抒情的旋律搭配轻摇滚的节奏，而歌迷也不知不觉地开始跟着合唱，得以见得经典曲目永远不会过时。尽管 A$AP.LIE 吉他手以及主唱的年龄加起来已经超过145岁，但是在演唱会上唱歌依然宝刀未老，面对节节上升的音调依然能够准确无误，丝毫不费力。可部分，格拉汉以及罗素深情演唱两首歌曲，其中包括《Without You》和《All Out of Love》，感谢歌迷长期以来的热爱以及支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，A$AP.LIE 乐团已经成功举办超过5300场音乐会。该乐团在1975年出道以来，所有歌词在歌迷口中朗朗上口，旋律更是深得人心。RDM 陈全慧采访报道。